宝贝龙，晚上好，谢谢小雨的闪耀星辰，小雨现在的纸鹤。前半场念礼物不至于，维持不了前半场，你那坚持到前半场可还行。谢谢海阔凭鱼跃的一直陪伴你，还有马珊珊的比心，幸福女人的真的爱你，还有少绿阳光的少一缕阳光的导弹南瓜。没有在拍新剧，今天终于喝白开水了，不是白开水，是熟普普洱。谢谢今日之鹤龟的定制跑车。哦，还有 Summer 的闪亮登场，月妹的万圣节南瓜。直播一上来全都是刷礼物的，是啊是啊，谢谢你们，谢谢追星女孩117的台龙抬头，还有张山峰的万圣提灯，淘淘姐的龙抬头。哦，谢谢小鸟，谢谢小鸟的第67个嘉年华，谢谢。谢谢千山岭飞雪，谢谢小鸟的那什么嘉年华，应该是第67个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机器人中眼睛为什么红了？眼睛红了就是熬的呗。你吃东西你就哦，太好了，怪不得我们不错。小鸟怎么了？小鸟咋了？啊，小鸟马甲摘不掉了。呀，我刚才不是说千山鸟飞绝了吗？太好了，有人送第六十七个，我不喜欢七，我可以送第68。你这个讲究迷信，不讲究迷信啊，这个谢谢一子子子子子的第68个嘉年华。感谢，这个有道理，有道理。没怎么，刚才腿磕了一下凳子。能让那个哥哥或叔叔来我们13群吗？我这两天还行吧，逛的。谢谢小妮子送的礼花筒，叶吉送的真爱玫瑰。机器人的哭戏很唯美，谢谢。哈哈，我竟给后边想刷的人，怎么铺垫是吧？啊，垫底儿。咩咩啊，咩咩约会去了。谢谢先辈送的什么星夜流光，还有是龙叔啊的浪漫恋人，两个浪漫恋人。凳子又坏了，没有，人家礼物，人家结实着呢。比如说老大，你的短剧不够看了，赶紧拍新剧。好，谢谢一身反骨的奶茶酱的玲珑现世。我尽力。谢谢抓爱龙面的龙爱的抱抱，还有不粘人的小妖精送的龙抬头。以前是怎么受伤导致后来不能打篮球的啊？哦呦，这可太多了。哦，谢谢康帝的跑车，还有佳佳的春花秋月送的绅士帽，龙鹿的啄木鸟，与龙共舞的龙抬头。你看啊，我说就比如说我的半月板断了两回，我的腰是有那个长期的腰肌劳损，是反正服役的时候留下的病根儿。然后呢，脚脖子是不知道，这个脚脖子已经至少两次医生告诉我再也不能那什么了，再也不能激烈运动了，更不能打篮球了。你半月板断两次，这个其实一次就够了，但我是硬生生的就继续打，然后又断了一回。谢谢2024平安顺利送的酷盖眼镜，还有烟雨朦胧的南瓜发箍，是龙叔啊的梦幻蓝气球。半月板两回吗？哦，两回。绵绵不跟我约会，跟别人约会。谢谢爱吃哈哈的发发送的私人飞机，君莫笑的比心兔兔，土豆炸山脚下的你最好看，
半月板两回，腰肌劳损，脚脖子一定很疼啊！是我到最后已经彻底没法打了。谢谢范兜兜的龙抬头，还有甜甜圈的万圣节狂奔，还有一丹陷入沉思的月光女神。我有再好好照顾自己了，已经很尽力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还在继续保持着锻炼。谢谢笨的捣蛋南瓜，还有一顶的龙抬头两个，还有万圣南瓜蒋金枝的万圣南瓜范，初夏微雨的龙抬头，小灰灰的绅士帽，对，蒋金枝的兔耳朵，打网球打起来很帅。其实说实话，我打网球我不帅，我不是很会打网球，实话。哦，谢谢丸子。初夏微雨送的陆仙子，丸子送的什么心动信号。为何和绵绵一起打网球，绵绵穿着运动服，男主依然和上班的时候一样穿着黑衬衫。那你没有看剧哦，不对，剧里面也把它给裁掉了。是什么呢？是我临时起意要打网球，所以我没有换衣服。谢谢海阔凭鱼跃送的爱的抱抱，还有幸福女人送的两个三个龙抬头。CPY 还有鱼仙喝西北风的100张人气票，感谢感谢。我想跟你们说什么呢？现在8000人，我不知道能不能涨了。谢谢 YY 的礼物，还有淘淘姐的捣蛋南瓜。谢谢你和面宝的剧治愈了我一位失语症的家人，我们很感谢你们。哦，那是我们的荣幸，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娜娜，那是我们的荣幸。虽然不是我们很刻意的去做的，但是能间接起到这个作用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YY 的祈愿，土肥圆的100张人气票，还有娜娜的如胶似漆，茫茫果果的定制跑车，墨风的爱的抱抱，还有清淮的万圣节狂奔，韩华平的比心兔兔，露露超爱徐凯的万圣南瓜糖 ，ZYP 的礼物。但你真的就是要坚持。哇，这谁进来还带特效的？我们家那43级的男粉进来都没特效。他是给女主播刷的啊，不是给我刷的啊。谢谢叶南飞的真的爱你龙毅一亿，还有这是谁啊送的闪耀星辰，谢谢你，还有美美的闪耀星辰。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今天出来我没有带另外一个手机，但是你们给我投的抖加我都有看到，墨九的，还有只爱那个只爱鱼龙的，然后还有 ZM 的，还有哎，就是我现在记不清，但是我手机都有拍照，你们投给我投抖加我都看到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没有特效。你们给我投的赌家我都看见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和认可我拍的东西才去给我投的这个赌家，我知道我知道。哪有吃男粉的醋的呀，他不是好玩吗？那天我碰到他嘛。谢谢满天星的花开浪漫，丽江春雨的两个龙开头，露露超爱徐凯的鲜花。你的机器人男友后面最后面有吻戏，不会是水里那个吧？水里那个怎么不算啊？就是水里那个。红举手之劳送豆荚，哦对，红的也有。我的脑子啊，就是不是电脑会记不住，但是我其实都拿我另外一个手机拍下来了，只不过我没有带出来。我看到了，姐姐们，我错了，求放过。我们这个。曾是惊鸿照影来，这个男粉这个声音很好听啊，这个感兴趣的姐妹们啊，我没说啥，我没说啥啊。哦，喝茶呢，男粉才认得出来，下一步我去变性，别闹小鸟啊，不是小鸟，今日之鹤龟，今日之鹤龟，我真的小鹤，好记。小杀手有消息了没？什么小杀手？哦，小杀手还没有，好像是据说要搞到11号以后吧，好像。
像有那么一说，十三群十四群抢人呢。你们投的斗家我都看见了，谢谢你们。我给你看看。眼睛有度数吗？没有。老大对男粉太好了。不是，哎呀，他就好玩儿。我一看那天我们在那儿就是开他玩笑，他说这个四十三级都刷到谁那儿去了？我说他没少看妹妹啊。谢谢食草恐龙爱吃肉的真爱玫瑰，还有兔 T 的棒棒糖，鱼仙喝西北风的两个龙抬头，三个龙抬头，过路傻子的小星星，小龟更好奇，今日之鹤龟，小龟，哎，小龟。小乌龟，谢谢东京樱花的热气球。刚才谁说的？真的是，彭晨。这个镜头。我能认识你这个彭字儿，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一个肌肉男叫刘彭林。这个女孩的名字说不出口，她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孩。眼镜，这个架子，男的喜欢看妹妹，女的喜欢看帅哥。小鸟、小鹤、小羊。她也自己喜欢。小牛。类似于那种小时候被接走的，然后。我不吃醋，滚，气死我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刚才谁打的字儿？我忘了谁刚才打的字儿来着？说是叫小龟更好。谢谢一只鱼的深情软语。你看到没？他眼睛还是不大。你是看动物园的？他给自己是大爱。谢谢海阔凭月的真的爱你，还有眼睛的室友乌云娜。鸟云呐，乌云呐，啊，十个小星星，冰水的鱼的龙抬头，我是大叔，我最爱，我只爱大叔你。来十三群续了吧，续了十三群玩。你看那个景。哦，谢谢小灰灰的绅士帽，开始喝养生茶了，不错，多喝热水，少喝饮料。好的，少管我。鱼龙机器人男友看完了没？那个视频到现在看完了呀，没看够。你的妆造在短剧里面真的特别好，但是这一部，而且说实话，他给绵绵打光还好，给我打的光有点平，大平光。给我打光有点对付。谢谢思念的距离送的定制跑车。今天画质好高清是吧？我看我能不能调回去啊？我看能不能调到最高清。清晰度设置哦，已经是最高清了。面宝的哭戏绝了，他贼会哭、哦，哎呦，那几场戏哭的真的，我都是佩服的呀。确实轮廓感没打出来，你就看大结局那一块，那个哪有轮廓感呢？他那光打的生怕我脸小了呀，就尽可能的显我脸大呀。有没有机会机器人剧拍成短剧啊？应该没有，那是因为那是广告商投资赞助的，让我们播的一个广告剧。就这还有人嫌人家有广告，我说要没广告就没这个剧了，就没有人投资拍了。其实这个本子如果拍成正常大概90集短剧应该挺好看的。是，我也觉得机器人龙哥和面包的哭戏都挺好。谢谢一子子子子，那光打太死板，我提出好几遍了，他们都说那光没问题。我说那行吧，那你们都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吧。面面是不是给你哭心疼了？你们看着不心疼吗？谁懂这个破音符，他连红包都不让我抢，还说我蹭别人的红包，什么呀？机器人最后的哭戏，老大那滴眼泪太绝了。王晨鹏说给粉丝看双开门，老大你有啥想法？我跟着他的粉丝一块看他，我就这想法。你们要看到了记得帮我截个图，或者是那个截个视频。给你打死板，怎么凸显咩咩的美？这话说的也没毛病。谢谢于仙喝西北风送了我500张人气票，是不是会给直播间增加人气啊？哎，你怎么也91岁啊，于仙？你怎么也91岁啊？咱俩同龄人啊。
替他揍我，为什么？如果时间不行的话，他就过来找你麻烦。要不，你看他群里面的人放烟雾弹，说于老师明天直播，我就追剧去了。没错啊。但是这玩意儿计划没有变化快吗？谢谢 2T 的跑车，计划没有变化快吗？不是你给惹哭的，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剪视频反复观看，难受死了。只爱鱼龙看哭鼻子了。谢谢鹏晨的璀璨舞台，还有初夏微雨的为你撑伞。谢谢铃铛的91个小星星，海阔凭鱼跃的这个什么东西，还有海浪的万象烟花吧。其实我知道，我看了看你们剪的视频了，我也蛮有感触的。纸短情，海阔凭鱼跃的纸短情长，海浪的万象烟花，还有橘味砂糖橘的礼物，还有 2T 的跑车。今天播多久了？今天播了大概能有25分钟、26分钟了。谢谢 2T 的跑车，又一个跑车，还有椰风海运的龙抬头。就没想到你们是强行让我回忆起了这个。谢爱之屋送的这个龙腾九天，感谢。快把你的镜头转一下。哎呀，这群人就非要看绵绵，你这，我跟你说，绵绵去约会了，你就不信？你看，绵绵约会呢，跟他的小情人，你看他勾肩搭背的，他俩。他俩勾肩搭背的，是不是他和他的小情人，对不对？我没说错吧？我没骗你们吧？我操！这都能看得出来是小情人，你们俩粉丝是都暴露了啊？有认出来你的吗？啊，有认出我。这都能认出来？他不是低着头的吗？我都这样了还没认出来。你的声音好，不给你们看了，再看一会儿他俩害羞了，让他们俩先约会吧。我们能不能展现一下，就是我来的青蛙一段就是帅的，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开始就是爆发，为什么发生？我说了呀，没在我身边。你们问我身边是谁，我就给你看我身边没有人嘛。没错啊，因为他在我对面啊。我没有骗你们的，我这么诚实。龙哥哥，你会越来越棒，谢谢谢谢谢谢。我那个不是小李同学吗？我那个不是小王同学吗？他们俩声音太大了是吧？就怪他俩搞穿帮了。对呀、啊、我被孤立了，他俩让我远点儿，然后我就跑到一边去了。谢谢安迪亚送的跑车。是小程同学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你这个有道理，有道理。老大，这是明知道我们想问啥，却告诉我们其他的。谢谢爱吃花花的发发送的闪耀星辰，还有初夏微雨的帮你左右。面面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他们在那聊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知道吧，你们还问我。哎，谁给我送的人气弹？2024平安顺利。
谢谢你的人气蛋，哇，你这个是个大人气蛋啊！谢谢猫猫说唱家的独角兽发箍，龙哥变隔壁桌了，是啊是啊，可以唱歌吗？为什么？什么叫我不配上主桌？谢谢大糖糖爱吃的71张人气票，主打一个以毒乱回。谢谢韩华平的热气球，还有洛洛一拍热的比心兔兔。琼林，琼林，我看到你了，琼林。没关系，这谁说的？没关系啊，咱们就送不起礼物也没关系，你可以顺便帮我点点小心，点点赞，啊。谢谢春花秋月佳佳的南瓜发箍，点点赞也可以，没关系的。绿头巾很适合你现在的处境。老大那个水下吻太唯美了，是吧？我也觉得，就是包括绵绵下水的那个镜头拍的挺好看的，裙角啊什么的都挺好看的。谢谢寒雪怕冷的比心兔兔，小灰灰的绅士帽。还有东京樱花的复古头巾，大糖糖爱吃的66个人气票，闺蜜局男人只能坐一边，嗨，好，新世纪的女性，这个连我们男人都不让上桌了。谢谢雨露有你的那个什么东西，给你点赞。水下去好看，就是太冷了。是的，下去就开始抖。就一直抖，根本控制不住，挺不住的。谢谢大妮子的10个闪耀星辰，寒雪怕冷的一堆人气票，啊，520个只爱鱼龙的一部520个小星星，还有红姐的复古头巾，一只鱼送的可爱鬼37个，还有 MT77的爱你哟，还得是我老大宠粉。我只喜欢看你和绵绵搭的短剧，感觉特别棒。谢谢你在劳累生活中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谢谢你，不客气。这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能给自己挣钱、挣生活费以外，那是也是我们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谢谢 MT77 的墨镜，还有橘柠檬味砂糖橘的万里挑一。平安快乐每一天的比心兔兔，海阔凭月的啄木鸟，带拍学习好辛苦，绵龙的眼睛都拍红了，变成两只兔兔了。听说你拍戏的时候把女主扛跑了，因为你不知道，其实水下冷，很冷，但是更冷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泡了水以后，上岸以后的吹冷风，那种是另外一种冷。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抱到里边，温度会更高，而且没有风。主要是这个。哦，谢谢小夫，小夫送的这是什么东西？鱼仙送的蝴蝶仙子，小夫送的幽灵之礼，微笑的捣捣南瓜，还有乌云娜的你最好看，望里的墨镜，公子开心的抱你左右。我爱菲菲的兔耳朵，还有陈的棒棒糖。老大，你真的好有劲儿啊！抱着绵绵跑，我总感觉像抢亲一样。他很轻，然后我劲儿又真的不小，所以我完全能够把他抱起来跑。实话，红说了个啥玩意儿？花絮跑得贼快，拍视频的差点没跟上。跑得贼快，我其实还想跑得再快一点，但是我怕摔到，你知道吧？我怕摔到，所以我就减了一下速。你跟明明商量商量，你俩拼个桌，拼不了。人家小姐妹在聊天呢，老大可以考虑有机会再拍一个类似题材的短剧，那要看本子哦，或者是看有没有资方、广告方愿意出这个资。谢谢丸子大王送的万圣提灯。这机器人，你跑一下两台阶。如果有10个瑞士卷，你给绵绵吃几个？瑞士卷，都给他吃啊，都给他吃。
为啥什么十个瑞士卷给绵绵吃几个，都给他吃。虽然他吃不了，我知道他吃不了，吃不了留着给他吃。这什么问题啊？我吃几个，我不吃，都给他。谢谢李狗蛋儿的一直陪伴你。最近健身吗？最近没有，但是今天去了，只有今天去了，之前都一直补觉来着。幸亏这一次休息了，这一次休息明显感觉到，就是通过睡觉这一方面，补觉这一方面，明显感觉到其实身体是累的，呼呼的睡。谢谢小灰灰的女神花环。瑞士卷火了，什么玩意儿？你们爱吃瑞士卷吗？谢谢万事胜意的跑车。牛，詹妮来了。感觉你是对吗？网速还不够快，瑞士卷的梗还没刷到，是个梗是吧？好，回头我查一下瑞士卷咋的了啊？谢谢万圣如意龙面的跑车，短袖不冷吗？不冷，我有外套，我出去的时候会穿上的。谢谢红的定制跑车，苍生踏哥的龙抬头，苍生踏哥现在已经有两个人那个反馈，我已经收到礼物了，人家都到评论区里这个把照片拍出来了。苍生踏哥怎么回事？是快递没到，还是你没去领，还是你们领到了不跟我说？谢谢龙鹿送的两个绅士帽，还有那个英文送的这个礼物，我不会读英文，不好意思。瑞士卷今天的一个新闻，八个瑞士卷，爸爸和俩孩子各两个，那就是六个，还剩两个。妈妈一天忙完后吃剩下两个，遭爸爸说了一顿。瑞士卷四个人吃不刚好吗？他为啥要说妈妈呀？不刚好吗？为啥他要说妈妈，说老婆呀？就是这个梗，不让妈妈吃，为啥？为啥不让妈妈吃？爸爸俩孩子，妈妈，他妈妈都不吃的话，那孩子都不要吃了。他关键是爸爸不应该是家庭地位最低的吗？他都舔个脸吃了两个了，凭什么不让老婆吃啊？你孩子吃，孩子应该排在妈妈后面啊。我个人觉得，关键问题是爸爸不是应该排在家里面最后一位吗？他说妈妈不配吃。嗨，我真的假的呀？你们耍我吧，逗我呢吧？他说要留给孩子吃，那他舔个逼脸，那他为啥要吃那俩呀？那他为啥他为啥要吃那俩呀？哎呀，家里俩孩子，男人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跟狗争地位的吗？看谁能争到倒数第二吗？谢谢鱼仙喝西北的燃起来，你居然没刷到这个视频，你下播以后刷刷。妈妈贼可怜，干死他！是他妈我婆家没人了是吧？自己舔个脸吃两个，完了不让妈妈吃。哦，那人算了，不想在我直播间说太难听了。婆婆孩子爸爸刚才开始不想让我有地位，后来被我骂了。什么玩意儿？因为妈妈没工作全职，妈妈的悲哀。好了好了，打
住啊，这个话题不说了，我不想去谈过多的去谈论这个社会性话题啊，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我说了只能让我生气，算了。谢谢秦芝芝的发南瓜发箍。我真没电了，我先走了，去吧去吧去吧。这反射弧绕地球91圈没有，我是有一肚子话想说，但是我又不想在直播间喷这个东西，没必要，万一再说点不好听的话被管理员觉得我这个什么什么引导舆论啥啦啦啦的，我是有想说的说不出来。谢谢微芒送的万里挑一，不是我反射弧长，谢谢搁浅的导弹南瓜。没事没事啊，我们这个话题跳过了，有瑞士卷我都给妹妹吃啊。谢谢我盐最多的玲珑现世，默默妈咪的真的爱你和酷的一直陪伴你，闲云野鹤的棒棒糖52个，还有妖精本精俏的导弹南瓜，闲云野鹤的8个棒棒糖。老大，你有被认出来吗？依稀听到咩咩说被认出，哇，这我都没听着。谢谢红的梦幻蓝气球，老大的暖心男。没有没有没有，没认出来。在水里睁眼睛，眼睛会难受吗？你试试就知道了，真的会难受的，会难受的。而就算你关键问题最难受的是啥？谢谢郭佳佳的比心兔兔，还有韩华平3个棒你左右，能给我能量，明天继续牛马。谢谢秦芝芝的人气票70张，还有这个道送的68个小心心。边边合作1周年了，有什么感受？本来没啥感受的，但是你们发那个视频让我就一下子回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脑海中浮现，就真的是这么一路走来，这么一想，水干净一点还好一丢丢，哎，哪有那么干净的水质啊。现在你说你去什么地方玩，你不就这么说吧，你不得点什么病，这个我觉得那点水就已经很干净了，就已经很干净了。昨天晚上看了大小姐在娱乐圈杀疯了，剧情气数了，你气数了，我自己都不看你。我反正我没看，没气着我。谢谢剧尾处你和面宝带着哭腔的自我介绍，太感人了，是吧是吧是吧。谢谢红姐的德贤饮茶，还有詹妮的捏小脸儿，我很佩服你们在水系睁眼睛。我会游泳，但是克服不了在水里睁眼睛。我不会游泳，我们在水里睁眼睛就是强行睁，就是让自己睁。谢谢沈阳子的真爱玫瑰。我们俩都不会游泳，没想到吧？我们俩都不会游泳。1周年一路走来，你和咩咩互相成就了对方。是的是的，包括有的时候我刷到叱咤千金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已经是去年的冬天了，那已经是去年的冬天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叱咤千金》是过年前拍了一部分，过年后拍了一部分，我手因为这部戏还骨折了。但是没想到一转眼又要到冬天了，好快啊好快啊，熬了一年的糖水，也有碰到不好的情况了，拍摄的不认真的，妆做的不认真的，衣服准备的不好的，等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共同的经历。好，谢谢阿朱娜的定制跑车。1周年回头再看一搭二搭，对，很感慨。机器人结尾真的很厉害，你们两个太绝了。谢谢到处蹦跶给我送的为你点赞。一
回想，我们记得一搭完事儿以后，我还在说呀，什么时候有机会才我们还能在一起合作呀？还在想这个问题。谢谢一子子子，一周年快乐！虽然不能从头陪伴你们，但期待你们之后的两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谢谢琪琪本期的万圣节狂奔。那个时候一搭八大多。哦，谢谢一子子子送的玫瑰。赖着玫瑰之约，对，我必须夸一下绵绵，知道你真实身份那会儿被骗的破碎感眼神戏非常出色。是的，谢谢酷的送的舞会开场。一搭二搭中间一搭过了很久才上，而且上了以后爆了也没有觉得去立刻就有人马上有人找我们拍，然后终于二大来了，我们俩在一块儿拍了，哎，巧了，又爆了，而且爆的也不小，成绩非常好。然后从二大以后，我们两个找我们俩拍戏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结果三大也爆，四大是第五个上的，数据一般。一般，然后五搭是第四个到我身边来，数据也很好。然后六搭是裴之赫也很好，七搭是三爷也很好。没想到，谁也没想到。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看点。谢谢春花秋月的陆仙子，还有猛喝汤621的烟烟小脸，还有露露龙露的你最好看。你们搭戏会越来越好，支持你们。要小糖水，是小糖水啊！我们已经拍了13个了，13个里边12个小糖水。虽然有这口茶喝出了8+1的感觉。水里那个吻戏怎么了？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你没看到吗？以后的每一步都会更好的。是的，谢谢柠檬味的砂糖橘总的花开浪漫，杜杜燕挺的爱你又和棒棒糖，小鱼呆呆龙的龙抬头，怕冷和怕热相互成就，你们会越来越好。嗯，肯定会越来越好。谢谢小恩的永生话，老大，谢谢你们一年来的短剧，每部那么细心熬小糖水给大家，希望你们一路继续画，一路一路继续走花路。我们两个很大的成就，其实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吧。刚开始我们想的简单，哦，谢谢爱猪，嗯。谢谢爱珠的第69个嘉年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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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第69个嘉年华。哦，谢谢今日之合归，谢谢今日之合归第70个嘉年华。谢谢今日之合归的第70个嘉年华。红的第70个嘉年华，今日之合归是第71个嘉年华，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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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错吧？没说错吧？没说错吧？嗨嗨，71个，嗨嗨嗨，71个，我看到了，红的我看到了，红是第70个，今日之合归是第71个。我怀疑他俩在抢70，你知道吗？我强烈怀疑他俩在抢70。也感谢你们的支持。其实，你们我经常看到，有的时候不提啊，有的时候不提，经常看到你们到处为我打 call。
啊，人家虽然说那些排行榜都没有什么用，我先跟你们说，那些排行榜都没有什么用，有的甚至是一些粉丝私心发出来的，私心发出来的。就比如说我喜欢啊，就假设啊，我喜欢进那个小鸟，然后呢我就弄个排行榜，小鸟是女主，然后我就说弄个女主排行榜，然后我是作者嘛，我就可以那个，我就可以控评，然后给小鸟点赞的人我就留着，然后比小鸟点赞更多的人我就把他评论删掉，然后就包任何一个排行榜，我这么跟你说，目前抖音上出的任何排行榜，包括你们就是查到的一个什么什么榜单呢，我们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是咋评的，其实都没有很强的科学依据，但是我有看到你们有很努力的去为我打 call， 为咪咪打 call啊，我最喜欢他，然后怎么点赞呢什么的，我其实我都有看到，都是你们一点点的支持，谢谢倩妹的玲珑现世啊，你们的喜欢支持我们，让我们觉得就是要更加严格的去挑剧本，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团队都认了，预算就这么多，就这个水平拍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想，不能对不起粉丝，不能认，然后就去争，去吵，说这么拍不行啊，这么拍太丑了，这么拍状态不行，演出来的东西不行，我们去就一个是说实话，为自己是口碑，我们要为了自己的口碑下来呢，就是为了你们，当然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啊，互通的，不能让大家失望，你们这么一直支持着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抱着很大的期望，有的时候大家就很那什么，就是我知道有的时候很较真啊，凭什么我们老大不在榜，凭什么我老大只排第几，没必要没必要，那个东西吧本来就是根据个人喜好，就是投着玩了，没有任何的依据，不今天把你挂网上，人家都说你没搓搓小手，今天把你夸，我搓了呀，我咋没搓，哦谢谢韩华平第72个嘉年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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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搓了，第69个是爱珠，然后我说的是今日之合归第70个，但实际上后来我看错了，红是第70个，然后那个今日之合归是第71个，刚才这是第韩花瓶子是第72个，谢谢谢谢谢谢，我错了，你别冤枉我。哦，不搓烫了，哦搓烫了。胜负欲上来了，你跟我说实话，今日之合归和红，你们俩刚才是真的是碰巧赶一块了，还是在抢的第70个？谢谢老大，哎，是詹妮说了个什么东西？谢谢送给老大礼物的财阀们，你詹妮啊，你这个财阀少送了啊，你管谁叫财阀呢？韩华平是第72个，为什么搓手是暗号？没有没有，就有一次无意当中我就发现，我也忘了是哪一次了，大家送嘉年华的时候，我就搓手搓完，后来形成习惯了，就变成了那个，就有那啥的时候，有嘉年华的时候就变成搓手手了。他好像是霸道总裁啊，我啊对，啊对，我看到最后哭腔的自我介绍，本来忍住了面包捶你，眼泪直接崩了，哭戏太棒了，你和面面锁死吧，1周年快乐，谢谢樊小安，抽冒烟了啊，刚才搓太狠了，哥搓热了都，我真的是抢70，红说了他就是在抢70，
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眼泪也疯了。你俩互相成就，一起走花路，一定越来越好。谢谢，感谢感谢。老大，我只送了什么玩意儿？122。哎，不嫌弃，你们点点赞，你们点点赞，我就感谢。霸总专业户，想听听你对咩咩的第一印象啊？别找事儿，我下次不做平板支撑看直播了，抢不过红彩罚。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在这抢七十呢。时间过得好快，真的好快！关注你9个多月了，1周年快乐！你和咩咩会越来越好，谢谢月妹儿。老大，看你俩的剧真的很开心，让我这破碎的生活有那么多开心。不要破碎，不要破碎啊！我们不要破碎，是吧？下了班以后脑子一扔，哎，就是开心，就是甜。哎，傻甜傻甜的，这个甜还不会让你的这个胰岛素我也想知道你看妹妹的第一感觉，看看她第一感觉就是这女孩怎么能，就是通常你知道吧，就是有大部分的人是啥，就是要么就是很漂亮，要么就是很可爱，要么就是很飒呀什么的，各种的那种每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他是，你能明白吗？就是他又漂亮，他又可爱，他两者兼备。老大真的陪伴我考试难熬的时刻，谢谢老大，谢谢，不客气，红。我们的作品能陪着你们去度过一些时间，一些某一个时间段，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能够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哪怕只是一个陪伴的作用，我都觉得是我们的荣幸。谢谢今日之后归的一堆小心心，还有雷雷0410的热气球，还有石头 JJ 的为你举牌。下了班脑子一扔，回家喝小糖水儿。我是分手了，看你们的剧心里好多了。没事儿，分了就分了。分了呢，只能说你们两个缘分没到。不论谁对谁错啊，咱不说谁对谁错。谢�谢子牙傻棍儿的1314个小心心，就是缘分没到，他不是你的正缘啊。道家所说正缘。谢谢今日之后归啊，今日之后归520个小心心。穿越剧有演过呀，有演过呀，穿越剧。谢谢开心，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很烦躁，看到你们的剧，看到你们直播，嘴角上扬啊。那我们很厉害啊，那我们目的达到了。谢谢今日之合归的632个小心心，还有范兜兜的彩虹沙包。绵绵说3年前见过你一面，你有印象？我没有啥印象。我酷嘛，我就路过嘛，我就没注意。你要知道那时候我拍追凶呢，就是累，精神状态很恍惚，我不会那么就是很注意身边的事情。今天不更嘛，你看了没，都拍完了。
今天超累的，被龙哥的突然袭击直播搞得疲惫都消除了。谢谢哲理鱼的520个小心哦，谢谢倩妹儿，谢谢倩妹儿，谢谢倩妹儿，谢谢倩妹，谢谢倩妹的73个嘉年华，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倩妹，谢谢倩妹。最近心仪的本子，明天我就得去了，明天我就要出发了，去拍一个。拍一个90年代吧，今天状态很哇塞，是吧？我也觉得。谢谢千妹儿，谢谢千妹儿的73个嘉年华。去哪个城市？去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城市，给你们保密，不告诉你们。谢谢望月的跑车。太好了，又赶上直播了，给你们卖个关子好不好，给你们卖个关子，去一个我从来都没去过的城市，我去了你们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着阿吉女主呢？不到啊，不到。谢谢望月的跑车，有没有考虑14搭？要看本呢，能看到你直播真高兴。谢谢山里的猴子送的一束花开。北京我去过了，别说拍短剧了，拍短剧之前我就去过了。绵绵要休假呢，要休息呢，绵绵要休息呢，啥时候来打重庆牌？重庆一直没约上，实话实说，一直没约上。武汉我也去过了，想啥呢？那个和范琪拍的《秦三爷》就是在武汉拍的。咱们去过拍航空机场的戏，你穿制服一定很帅，不一定吧？不一定吧？而且航空机场不是有好多人都拍过了吗？所以除非剧本特别好，不然的话我不会想去刻意的去拍一个机长，没必要。绵绵休息，老大打工还房贷，加油。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就这么悲惨呢？谢谢春花秋月送的甜蜜猫耳，还有哥哥妹妹刘小妹儿送的棒棒糖，春花秋月佳佳的蝴蝶仙子，还有暖阳的捏捏小脸。好了，不踩人了。看我一天一周，明天等你直播，明天再看一看。我明天不拜。谢谢爱珠。泰坦尼克号。谢谢爱珠送的永恒之钻。爱珠这是解锁了，这是解锁了。老大每次拍戏不知道女主是谁，会不会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会偶遇另一个美女，期待吗？不期待。霸总还房贷。哎，别说了，我也得还房贷，有老大陪着，房贷都香了。我也还房贷，你该不会去？好了好了好了，不说去哪儿拍了啊，都开始猜上了。明天，对，明天的飞机，对。我是个小房子，是很久之前买的，几年前买的，很小的房子。二牛，我把它送去做。哦，拜拜。别收东西啊！啊，别收东西啊！要不你要不要下次带着你家的那个也行，那个你说的是那个站着的那个还是趴着的那个？你还有站着的？站着那个就是我男朋友啊，站着那个就是活的那个。随你心情，那个站着的趴着的都行。我先把行，拜拜。
说，我说啊，不是你们别猜了，我说明天就知道了。最近龙哥笑呵呵，那是因为最近休息啊，休息好了，人的精神状态就好了呀。房子在哪儿买？你还要打听我房子在哪儿买呢？是一个小房子，而且离市区特别远，特别远。哎呦我的妈呀！我想你还记得我吗？废话，你问那个话问的就欠揍就。二牛怎么觉得你脸红了？没有啊，是小黄灯，小黄灯，然后照出来的时候脸就偏红。你看，它是一个小黄灯。霸总住别墅，我可买不起，我可买不起。双流嘛，离市区远，他就不在成都，成都是我租的房子。哦，我知道你很久没来了。然后我就其实除了目前除了老老实实拍戏、直播以外，没有去拓展我的其他的业务，所以。哎，算了，不说这个。打听房子的朋友是不是想帮小鱼老师还房贷？还是算了吧。师出无名，君子爱财，取之。这句话好有道理，突然发现这句话好有道理。爱珠这两天研究商店呢，了解抖音可勤劳了。还有老老实实，什么别胡说八道。在哪里？我现在在成都，但是我明天就要飞了，所以明天说实话都不知道能不能直播，有没有时间直播。但是有时间的话，我肯定给大家腾出来时间的。这大冬天我哥还穿短袖，也不知道夸你身体好还是扛冻。我出去的话会把外套穿上，就是我那个黑色的那个休闲西服的外套。但是在里边的话，我穿短袖就可以了。难得看你抛书包，不用担心，大家都帮你还房。可不敢啊，可不敢。来上海，哎呦我的妈呀，就我这点钱啊，把我这个房子现在就倒手卖了，我到上海能买个厕所就不错了。厕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谢谢詹妮的东北时尚帽。我看着呢，服务员就没来。朱亚文是痞帅，刘龙老师是阳光正。男朋友在内蒙古也是里面半袖，外边穿厚一点的外套，啊，东北也有这么穿的，外面穿貂，里面穿那个里面光膀子，或者是那个背心儿，北方很多都是这么穿的。我倒点水。怎么了？我也想买大房子，但是条件不允许啊，要相信自己一定能买大房子啊。我争取吧。龙哥是中戏的还是北影的？我都不是啊、哦、我不配。我上不起。我可上不起，我能不能考上都是问题。别吓唬我啊，我没上过。我们现在已经有73个了，大家想和你买一个小区。那我现在的这个房子你们肯定不想买，离市区太远了，干点啥都不方便。谢谢春花秋月的绅士帽。大晚上
现在爱输送的变形与你并肩而上。像有种看电影。谢谢 VVS 婷送的真爱你。谢谢爱猪，谢谢爱猪，谢谢爱猪送的变形集结。卖了换啊，不敢，其他地方好贵的。我当时买那么偏，其实原因很简单，最低的首付我也只能买得起那么偏的。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好不好？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这个社会现象这问题咱们不在这讨论啊。你等我啥时候我成大明星，虽然说这话听着这个我自己知道没有什么戏啊，但是就我就这么过个嘴瘾，我到时候我在成都我再买一套。有粉丝问老大的第一部短剧是哪一部，这个就不要问了吧，那个也不是很好看啊，算了，咱就别问这个问题了。你可以理解为是那啥吧，横屏短剧，那个追凶神探。但我知道你们说的是那个竖屏小短剧。读了大学没有经验也不行，你的悟性很好，谢谢。我明天要带娃去打球了，老大你继续加油，祝你一周年，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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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休息，快去休息，你休息不重要，你赶紧把娃整休息了，要不明天打球你没精力。我打球我知道，真的休息好了打球的时候也有劲儿。洗牙呀，可以洗牙呀，半年一次。 gay 吗？不是啊，谁是 gay 啊？一只酷酷鸭，23岁，你看我长那个样，你听我说话这个死动静像 gay 吗？谢谢九军妈妈送的璀璨舞台。短剧里边你说我长得像 gay， 你说我声音像 gay， 你可真是眼神不太好，或者是判断力有问题。开不起神秘商店给我 bug， 爱猪这在诱惑我心痒痒。要看本子，对，要看本子。车像班主任的吗？还是记得上次直播说你后面的车像班主任的吗？我记得，但是跟我没关系啊，那几个车我都不认识。老大，我真的超爱你，因为你我才爱上短剧，爱上短剧这个平台。我刷到你是我这辈的幸运。来读。我去啊！我在认真读啊！吓我一跳！我在很认真的读那个评论呢。我过去吧。我过来吧，你在这边。你不是一堆东西的吗？我就一杯水。你不是还有吃的，是不是？没的喽。我在很认真的那个读那几个字儿。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约会归来的这个小孩。明天呢是跟你们一起开直播的概率不大了，但是今天、那是没有概率了，是由于明天我要去工作，由于明天没有这个概率了，他要去工作。后面有个男的。我今天追战警望江若烟，熟悉的帽子，同款帽，因为我的帽子丢了，所以我就把他的抢过来了。
我的帽子丢在了我们去往西安的飞机上。下飞机他没拿帽子。下飞机，我摸了一摸我的头，我说我的帽子不见了，立马把他的帽子抢了过来。所以我就买了个新帽子，就是你们那天看见那个。他还要继续休息呢，他要继续休息。也不是休息吧，就是没有合适的本儿，所以这个直播间里要是有制作方甲方在的话，联系一下我们，给我们点好本，谢谢。没有好本太难受了。谢谢苍生踏歌的掌上明珠，还有春花秋月的礼物。关键问题是，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本是好本，这个问题也不一定吧。你像前两天找我演渣男的，就觉得这个本无敌的好。特别好，刘和我一来就上10000了。对啊，这不是公主的魅力吗？大小姐的魅力。大小姐驾到。就是刚刚在电梯上，小陈说，他说他要打一个专车，试错率会比较低，然后说司机不会骂他。我当时还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直到我把他送上车，我转身走的那一刻，后面我听到了窗户摇下来的声音，他整个人趴在那个窗户上，别再拜拜。我当时觉得好丢人呐、啊，我不认识这个人，救救我，救救我。妞都已经是渣男了，能到好到哪儿去？没有啦，渣男的本都多久没接了？偶尔接一下，渣一下吧。谢谢你读我的评论。我去探班啊，南昌是我。哦，谢谢婉。哎，谢谢婉送的嘉年华。谢谢婉，谢谢婉送的第74个嘉年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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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打算。等他南昌拍完可以。来、哎、你终于把我卖了，我刚才让他们猜你这。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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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刚才说他说他去哪儿拍啊，我说无所谓了，反正明天就知道，我今天就卖关子。然后你刚才说啊，他去南昌拍。谢谢梦影的月光女神，詹妮的捏捏小脸儿。妹妹准备回老家，不是他，是我。不能说这个话题。是我去那儿的一个，哎，对，我也不知道，跟反正到时候看吧，看看他到时是个啥内容，看看在哪儿拍。可以探班？谁告诉你可以探班？我允许了吗？就探班？好人这里边儿。我要去尝尝。南昌的拌粉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南昌是江西的吗？是的。不允许再说。第74个，到时候看看，带他吃两天。谢谢婉的第74个。我跟我妈说，一会儿就穿包了。那是你谁你说的？我们允许了，你们，我上厕所去。啊？我是上厕所啊。我说我允许了嘛，他们就说。接着说，我说那个啥，等他那个结束了，可以带他吃两天。我们今天晚上还去吃那个江西菜了，成都有一家江西菜还不错了，还不错。然后小程是湖南的，然后他也挺会吃辣的。我们就说，我说我要给他点一个特别辣的蟹脚捞粉，让他吃一吃。我什么时候直播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呀、啊，这是一个好问题。不到玩儿，再也不到玩儿。
不了礼物，难受，为什么呀？为什么送不了？没了，我回来了。小羊羔灯牌灭了。嗯，那没办法噻。周边什么时候？周边遥遥无期。谢谢柠檬味的砂糖橘送的热气球。面宝说说第一次看见老大的印象，这不说过了吗？他采访的时候。不，说过了，说过了。说过了，在他的账号上。据我记得采访，谢谢青哥的火烧玫瑰，喵鸡小诺的龙抬头。今天有粉丝贴出来老大从刚和咩咩搭到现在的变化，肉眼可见的变帅了，一会儿快回来谢谢吧。那可不呢嘛，我都已经不知道谢过多少次了。跟咱们这种年轻的小孩玩，就是会变得帅。君莫笑的真爱玫瑰，就是会变得有活力。梦影的加油鸭和你最好看。今天是我扛你的时候，像那个啥小孩了。今天看你们两个的剧啊，他知道。谢谢琪琪本期的翻滚南瓜车，还有柠檬味砂糖橘的娶你回家。哦吼哦吼，刚好带你头上。谢谢清浅的跑车。今天是一周年，大家都特别有仪式感，比我们俩都有仪式感。比我们两个都有仪式感。然后我是很破坏气氛的说了一句，我说。去年的今天也不知道是谁没有来定妆，反正我只知道我一个人好像在那个化妆间试了不少套衣服，然后都没有见到男主是谁。第二天开拍的早上才见到男主是谁。我是10点多，将近11点才到的酒店，然后就直接就洗洗睡了。第二天一大早，然后几点？5点半、4点半。你有印象吗？5点半吧。我头一次起那么早化妆。我也是。谢谢红的小心心，500多个小心心。我以为我只看横屏，讨厌竖屏，结果因为刷到你，刷到老大，我彻底喜欢老大和爱看老大的剧和短剧。谢谢海阔凭鱼跃的不分离。啊，你可会二牛当着咩咩的面说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哦。我只说过我对你的第一印象，你没有说过对我的第一印象。什么搞事情？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是吗？啊，你回答的是啥？当面说。我说，我刚才说的原话啊。我说女孩她是不，首先我说的是女孩不是就被男生定义的嘛，这是第一。但是有漂亮的，有可爱的。有飒的，有性感的，对不对？写性感的是我现在加的，但刚才我没说，我说的是前三个比喻。但是看到咩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这小玩意儿不是这美女，就是她怎么能又可爱又漂亮呢？就是她把这两个点融合得非常好。就我，这是我刚才说的原话。就别人通常情况下能有一点就不错。这是在某公司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还是说合作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在某公司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漂亮吧？那时候我那个、就是、没注意，哎，不是，就是那时候目中无人。那时候拍追星吧，就是狂妄。你也知道，就是我那个发型有点遮眼睛啊。哦，没看清。然后又很熬那部戏，就精神状态就不是很佳。哦，就没注意。是这么个理儿吧？那个是吧？他们刚才说瑞士卷儿是这个10个都给你吃的，他你喜欢吃瑞士卷儿、
重温了，是有点没有灯光黄了，灯光黄了，脸红了。越来越害羞了，他完了，他真红温了。那次没印象，大家都替你说出来了，那次没印象。哎，死不死？啊，咋了？你说。不是。他们都说了。那不怪我呀，我那时候发对我没的影响。那发型你又没跟我说话，然后那发型又遮眼睛，你们看看嘛，追凶那个头发是挡眼睛吗？结巴了，还留假背了，老铁。我第一次见二牛，我采访里面有啊，我就不吃。第一次见二牛，就是觉得他很帅啊，很高冷啊，不像现在还会脸红啊，当时可高冷了呗。哎，谢谢吴姐食品商贸送的一束花开，还有新出送的两个笔芯啊。是发型的错啊，是的，一个毛衣一个短袖，我短袖这会儿有点热了。谢谢 YY 送的那啥东西，哦，谢谢，哦，谢谢你在我在，谢谢你在我在送的第75个嘉年华，谢谢你在我在。哦，还有小妮子梅子酱的礼花筒。二牛戏里高冷，戏外快乐男的。谢谢小恩的荣耀支持。最后是头发扛下了所有。我谢谢再次谢谢那个刚才第75嘉年华啊，这个你在我在，你在我在。瑞士卷，什么瑞士卷？不知道，他们刚才问我，不是，他们刚才是问我说10个瑞士卷给妹妹吃几个，然后我说都给你吃啊，那问我你吃几个，我说我不吃啊，都给你，我说肯定吃不了就给你留着呗，然后他们说啥，说有个男的买了8个瑞士卷，夫妻2个，孩子2个，4个人，我寻思8×4=2，一人2个刚好啊，他们跟我说，俩孩子吃了4个。爸爸吃了2个，这不吃6个了吗？还剩2个瑞士卷给妈妈，然后妈妈吃瑞士卷的时候，爸爸不干了，说他不对，应该留给孩子，我留你。你说这玩意儿，留应该他留啊。他自己舔个脸吃了，吃完了说他妈妈不该吃。哎呦我操，这玩意儿什么？瑞士卷的梗。给我气的，刚才我听他们在那说，你知道吗？给我气的有点堵得慌，你知道吗？我操！我什么人啊？说给孩子吃，这个理由倒是可以。他自己省啊，他自己舔个鼻眼，他吃了，还回过头来说老婆不该吃，哈，离了个大谱。坏男人。谢谢新出的送的热气球。他们都在说你战略性转移话题。不是啊，刚才不是你问的吗？然后对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说如果论家庭地位最低的话，男人不是应该排在后面吗？就是要么孩子地位在家里面地位最高，对吧？要么我认为就是应该是妈妈家庭最辛苦，家庭地位最高，没错吧？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男人不是应该在家里跟狗争谁是到底谁是第倒数第二吗？你硬啥呢？你硬昭昭教官阿呸，狡猾的二牛，停，这个话题不要说了，好，不说了啊，过，让他过。谢谢红的1314个小心心。老大前后的发型真的瞬间年轻10岁，是有的。哦，谢谢红又送了1314个小心心。
还有起名费的蝴蝶仙子的，宇宙神奇的捏捏小脸儿，新出的喵喵爪，感谢。我去当狗，你俩要我？别闹啊！这个樊小安啊，你这个字儿吧，我知道你想说啥，但是我不好念。你这里面那个偷那啥是不能说的，在直播间啊，不能说这个东西。你这个字儿不要再打了哦。我看你已经发了几回了，你打了我没法读。今天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于龙哥，我刚刚看了你的电影，不可能。我没演电影，没演呢。你别搞那玩意儿了，人家说你生气了啊！人家说你真的生气了，不理我了。你要不你说两句话，你再整那玩意儿。我在玩手机，你是这个点吗？我不知道。谢谢一子之子，我在直播看不见。那我一会儿再看。他在弄手机呢，你别胡说八道。我在玩手机，家人们。看绵绵用头顶，绵绵没生气，没生气，他在那个发信息弄东西呢。这是一子子子子的1314个小心心。咪咪真的生气了，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因为你这半天没说话，然后我为什么生气啊？头一直撇在一边。我都没搞懂我为什么生气、啊。刚才不是可能说是觉得就是说那个，我之前不是就见面的时候在那个公司，我没看着你，然后那会儿你不刚好在那发信息呢吗？然后就头撇过去，一直都不吭声，然后他们就一直说你生气了，生气了。嗯。今天一大波人得熬夜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熬夜？订榴莲贵，没有生气啊！不要带这个节奏了，真的没有。哎呀，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他们刚才为啥让你拿羊头顶我？意思就是你生气了。是的，宝宝，你不在，我好无聊啊。怎么了？有意见？没有，霸总，没有。要剪视频哦，绵绵可爱坏了，我家姐姐强烈要求绵绵同款发型。谢谢酷的还酷路的，热辣拳拳。嗯，把他拉黑。你没看到漏了两个嘉年华，77个了。他们说是我不在的时候送的吗？没有啊，我在的时候没有啊。啊，77个吗？哦，对，是77个，我弄错了，是77个，应该是你读错了吧？是我读错了，刚才我为了这个转移话题，这个随便说第75个还是第70几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哦，现在承认自己转移话题了。哎呦，你在我在，谢谢你啊，第77个嘉年华。哎呦，现在承认了。77数字好啊，韩77，哎，是不是？哎呦呦呦呦，我真会说，老师，真会说。香蕉头还挺可爱，没漏，该读的我都读了。英文基础英文该是要知道的，比如 yes。为什么呀？为什么 yes？ 今天不想吃饭的告白粉气球。我没有累啊，我。那个你要吗？可以收了，可以收了。哦，可以收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化妆，然后看起来精神状态比较寡淡，就没有那么精神，缺少一个、精气神儿，有嘴巴颜色的口红，有颜色的口红，所以看起来可能
但是我休息每天都是这样的啦，就是无所谓啦，每天都想着要不要化个妆呢，然后又不想化了。工作的时候化妆化的已经够多了。我今天看一个说是消费降级有多厉害。原来口红我有十几根，现在出门之前到门口那个叫什么对联蹭一蹭就好了。确实是啊，我之前也很爱买口红。其实有些时候人是跟着那个资本营销走的。那你到后来发现你买那么多口红，你的嘴都涂过来。谢谢今天也不想吃饭的跑车。能化妆就不化妆，带妆久了对皮肤不好啊，这是实话。不拍戏的时候可以让皮肤休息一下。这就没带了，自然美。前两天评论区里还有问我，哦，谢谢三爷的洋娃娃送的永生花，还有岁月静好的大啤酒，然后还有一个消费降级，叫怎么能傍大款呢？原来以前是怎么能傍大款呢？现在是怎么能傍大款呢？确实是。趁两位在，祝你们搭拍一周年快乐！谢谢你们精心熬的小糖水，演技很棒，我一直继续支持你们。谢谢青哥。春花秋月的口红是爱，明明大叔已经上了，什么时候官宣？哎呀呀，咩咩朋友说什么？咩咩朋友，我没注意啊。他朋友说什么？我没太注意。现在都用十几块的，过分了吧？哈哈，文字的艺术。咩咩无时无刻都在累。我这休息了这么久了，感觉睡不够。压着嘴。画起来很自然，很好看。何必？咩咩素颜也好看。别的短剧不看，就看你们两个。冒烟反戴，哎呦！一个 rapper 又上线了，来一段吧。来一段那叫什么曾毅的？曾毅，这什么什么满满的全是爱，用什么样的情还什么样的债，整的我像这首歌的那什么了，代表了，用什么样的情还什么样的债，用什么样的爱还，哎，用什么样的情还什么样的爱，用什么样的爱还什么样的债，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些想不开，但是我的心里满满的全是爱。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有什么的结果，唱串了。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留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好了，不要再说了。一个女人的心仅仅渴望的得到的啥玩意儿，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更害怕寂寞，害怕我的心会逐渐的凋落。我的心，我一个女人的心渴望的仅仅只是一个承诺。好了，不要再说了，唱串了。一个负责饶舌，罗道前一天剪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视频。你这个5分钟的视频，谢谢嘉雪的口红是爱。5分钟的视频完播率是个问题啊。
一个负责当主唱，帽子反戴，龙面真真的。那我就在旁边，我就是曾毅的那个担当，你在那唱，我说嗯哼，嗯哼，有，哎呦，有有。感谢老天让我遇见你们两个，让我的人生看见了光。这个有点严重了，严重了。我长在你的笑脸上，我那么好笑吗？是我这个人长得比较好笑吗？我怀疑是不是今天谁的小号？跟到我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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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了啊！小恶魔，不如让字节请你吧。完播率多专业的词儿，完播率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不算很专业了。休息了，帅哥美女，去吧，蓉姐姐。我的眼睛是有度数的。嗯。我的眼睛有度数的。他的眼睛也是没有度数的，可以直穿。我的眼睛是有度数的。抠我眼珠子。唱一首凉凉，唱不上去，姐姐。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完了，我连一句的都词儿都记不住。谢谢红的跑车。不严重 ，emo 的时候。听你们工作扣我了啊！这么晚你还在工作？可是9:47了呀！有没有边界感？没有，没有。他在说谁？啥？他在说我。啊、没有。不回关，你为什么老想让妹妹回关呢？就不是说回关你一个人的问题，站在你的角度上是回关你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你让妹妹回关你，其他人也想让妹妹回关，所以说统一不回关。你相信我，让妹妹回关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别捣乱，加班画图，幸好有你们的陪伴。画图，看来大家各有各忙的事儿啊，晚上10点都不消停，别催了，让人家自己。谢谢海浪的娶你回家，背词儿的好可爱。懒懒绵绵，我的嘴角放不下来，咋办？那就端着吧。大花轿，抱一抱。抱着我的什么什么小弯了腰，抱着我那月，抱着我那妹妹的小弯了腰，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的上花轿，上花轿，抱着月亮小弯了腰，抱着妹妹上花轿。小美满不会唱啊，我听都没听过，不好意思啊。小美满是啥？不知道啊。杀手啥时候上？杀手还不知道呢，11号。不知道呀。不知道，没通知。或者，看你们俩直播太欢乐了，我吹头发都用了最小档，怕听不见你们俩说话。和我对象在一起6周年纪念日，哦，恭喜你啊！你们俩都6年了。周深的小美满啊，虽然我没有听过周深的，可不好唱，但是周深的是实在唱不上去，不好意思，周深老师太厉害了，我们不配。昨晚通宵给你们剪了视频，1周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你们都可有仪式感了，你们真的仪式感比我们重。
让我好好回顾了一下。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真的，就是当我看到那个世界的温柔以待和叱咤前进的时候，咋一想，是去年我们两个挨冻的时候拍的东西。可是现在我们即将开始又要挨冻，真的是感觉一下子这个时间感一下就上来了。虽然还没到吧，但是我估计再过一个月气温就彻底降下来了。差不多了，哎呀，坐不足了。坐不足了？那你就躺着吧。要不我们就下播吧。回家了。一龙老师明天早上，哦，你啥时候飞机来着？中午吧。哦。中午一过。那就不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直播一周年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好不好？呛水，不知道呛了多少口，我天哪，鼻子也呛，嘴巴也呛。那其实这次水系算还好的了，失控关系那个才叫一个折磨。我们俩拍完从那个水棚里走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快晕过去了。啊，腿都是软的。这个你们看花絮的时候能看到，面面还能站起来。我们拍失控关系的时候，那个水是六米。其实人下水下到两米以下的时候，耳膜已经受不了了。这孩子就比较虎，身上扛个铅块直接就往四五米地上沉。他比较虎，沉了几回？四回吧。我就说了，我可能是那个耳膜不会受伤的那种，就是多少个人里面只有一个的那种耳膜。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好不好？我们的这个周年的这个直播就到此为止，今天播了一个半多小时，拜拜。我们以后会继续给大家熬小糖水。是的，小糖水、绿豆汤、小酸奶。小酸奶快上线了，不远了，好不好？快了，等着我们的小酸奶。拜拜。小心，哎呀。